gentlemen.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gain to the Arena MBJB Lakin, Johor Bahru, to witness the Win Streak Volleyball International Invitational Championship, Johor 2023. Tonight's section begins the match number 4 featuring Visakha, Cambodia against Win Streak, Taiwan. Serving referee for this match, first referee, Mr. Muhammad Fakti. Second referee, Mr. Jaffa Osman. The starting lineup player Jaffa Hello, everyone. This match is 台湾联庄队对上我们柬埔寨队。
我们第一局第一颗由我们的连庄背号13号林冠中发球。 比赛开始，第一分是由我们的柬埔寨队拿下。 攻击失误，这个是柬埔寨队背号7号在2号位置直线攻击出界。 这一分是由联庄队背号1号 Bryan 直线攻击得分。 简明君在2号位置攻击斜线得分，继续由我们的 NONO 发球。 防守好球，漂亮！这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啊！ 柬埔寨队9号、4号位置斜线攻击得分。 发球失误，这个看起来是球没有抛好。 这颗 Bryan 发球力道太大了，目前比数7-3，由联庄暂时领先。 暂停结束，继续由我们联庄背号1号 Bryan 继续发球。
这颗球的威力是相当的大。机会球，又是布莱恩，连张队的布莱恩真是来势汹汹啊！继续由我们的背号一号布莱恩继续发球。发球失误，漂亮的救球，犯规，由柬埔寨队背号十九号拦网触网犯规。发球失误，简明君在二号位置斜线攻击得分。连装队背号十五号汪炳勋 B 四快攻得分，这波精彩的来回战非常的精彩。接下来由我们背号十五号的汪炳勋发球，由柬埔寨队背号七号二号位置斜线攻击得分。目前比数13-8，由我们林中队暂时领先。
发球得分。 柬埔寨队背后9号的4号位置直线攻击出界得分。 真是个漂亮的时间差，把对面拦网都骗不见了。 轮到 Bryan 的发球，失误。今年刘宏杰又换了新的。 一个发球方式啊！漂亮的救球，还有，这是柬埔寨队的机会，能把握住吗？好球，把握住了。这是由我们柬埔寨队背号6号的4号位置斜线攻击得分。 漂亮的举球，举球员做出了一气呵成的，做出大调动的举球，真是漂亮。联中队的机会。 布莱恩真的跳得很高啊，感觉真的都在二楼打球啊！继续由我们的联中队简明君的发球。 柬埔寨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目前比数为21-11，由联中队领先。 柬埔寨队的拦网得分，继续我们柬埔寨队背号9号发球。
好球。这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啊。目前比数来到21-14。现在队还在努力的追赶分数。两队都非常的拼，好球！这个是由我们被联中队背号15号汪炳勋的拦网得分，看得出来他把拦网抓得死死的。继续，我们林冠中发球。救球，联中队的机会，又一颗漂亮的救球，好球！这个是由我们柬埔寨队背号7号漂亮的虚空得分。赛末点出现了，这是由我们柬埔寨队背号9号在4号位置直线攻击得分。柬埔寨队还是不想要输掉第一局啊。联中队的机会，能否射掉第一局？可惜。继续由我们柬埔寨队背号16号的发球，柬埔寨队的机会，防守的漂亮，好球！这个是由我们联中队拿下第一局，比数为25-17。收下第一局，
好，我们现在第二局准备开始。两个人都想要把这个球让给对方，就把这个机会送给了连庄。现在换连庄队林冠洲发球。哦，可以看到是非常拼啊！可惜最后柬埔寨队的火力还是不，这球由柬埔寨队拿下。可是刚刚连庄队救球的精神真的是值得赞赏，因为我们也可以看柬埔寨队的举球员这一局做了一个更换，换成17号现在发球的17号球员。快攻得分，哇，从这两局就可以看出明军手感火烫，很多球都可以造成有效的攻击。洪杰发球得分。从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洪杰从以往的跳飘改为跳发，效果很好。柬埔寨队发球，哇，这发球是非常有火力啊！现在双方都靠着强劲的发球，想要破坏对方的第一波攻击。勋攻击得分，然后我们连庄队 NONO 发球，哇，这边自由球员修正出现了一个失误，我继续发球。诺诺也是我们连庄队不可或缺的一位灵魂人物。Bryan 拦网得分，可以看出 Bryan 拦下这颗球后非常兴奋啊。
Bryan 手感火烫，持续的在建功啊。Nono 继续发球。柬埔寨队出现攻击失误，在这种球队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失误是比较要不得的。简明君单人拦网得分。柬埔寨队请求暂停。暂停结束，有没有连中队继续发球？哇！又上了一颗机会球给连中啊！中也是好好珍惜这颗机会球，拿下这分。柬埔寨队攻击得分。是成功把对手骗到了，哇，这个球非常可惜啊，连中队自由球差一点就摸到球了。也可以看到柬埔寨队的举球员很敢给啊，球已经那么开网了，他还可以这样稳稳的把球送给快攻位。这个球没有抛好，林冠洲攻击得分。在对攻击出界了，有没有汪炳勋继续发球？哇，这个球是一颗非常幸运的爬网球啊！球，再对攻击。
军发球。成功！在队攻击得分，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队还是有一些身高上的优势。哇，简明君攻击失误，现在跟举球员在沟通，调整一下这个攻击的球路。接攻击得分，可以看到红杰快攻出手很快啊，两个拦网跳进去都跟不太到。哇，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队这个处理球让联庄队有点措手不及啊。在队发球，哇！可以看到 Bryan 真的是跳得非常高啊，从对面的手上打下来。联庄队由洪杰发球。攻击发球出界，我们柬埔寨队球员发球，哇，非常强劲的发球啊！哇，我们 Nono 用二次吊球成功拿到分数。让柬埔寨队措手不及啊！ Nono 发球，破坏，哇！又将这个球交给 Bryan 真的是联庄队的定心丸啊。现在比赛暂停，暂停结束。
联中队继续发球。哦，这颗球联中队自由球貌似有电到球，只是裁判把这分给了柬埔寨队。柬埔寨队如果要连续得分，再发球是一个关键，发球加压来破坏联庄队。接起，翁炳勋攻击得分，翁炳勋也是出手非常快，一位快攻手啊。Bryan 发球，看到柬埔寨队七号球员一个变线攻击，周攻击得分，可以看到林冠周个子不高，可是在面对这种高个子球员，还是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打法。联庄队发球失误。先换我们柬埔寨队发球，可以看到 NONO 穿针引线的跟简明君搭配，简明君这场手感真的很火烫。联庄队换人 ，NONO 换下场，现在换十一号举球林国军上场。哇，这球是有打到联庄队球员的手指头啊！国军本身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球员，之前也有披过我们中华队战袍。哦，这球修正球，不然还是跳得非常的高。联庄队发球。发球失误，联庄队攻击得分，第二局比赛结束。
都还是有差。哎啦，基本上个摆啦，他甜啦，他硬啦。哇，那种破烂种过呀。哎啦，还是无病啦吼，无伤强啦。我来，人工辛苦。最主要人工也辛苦。我妈的，我今天不打。我今天是韩国的吗？我今天是印度啦。第三局开始，让第一分由我们的柬埔寨队拿下。虽然这颗球发球失误了，但是柬埔寨队每个看起来都虎视眈眈，想要扳回一城。这是由我们柬埔寨队背号16号 B4 快攻吊球得分。目前比数2-1，由我们柬埔寨队暂时领先。位置虚攻得分，继续由我们柬埔寨队来发球。联中队马上还颜色，由背号1号布莱恩在4号位置斜线攻击得分。
看得出来，不然他的打点真的非常的高，感觉他都在101大楼上面打攻击。连装队的机会，简明君，简明君在二号位置攻击出界得分。目前比数3-3，由我们联庄队 NONO 发球。发球出界。发球非常强劲的，林中队 B4 快攻得分，由我们的布莱恩来发球，看看布莱恩发的球可不可以比柬埔寨队还强。发球出界。但是这颗球看起来非常的大力啊！两网出球出界，失误，简明君在二号攻击，打造成了挂网失误，可能是因为太想打斜线了。漂亮的后排攻击，联庄队布莱恩杀出一条血路，漂亮的防守，联庄队机会。漂亮的来回波，看谁会拿下这一分呢？漂亮的假动作，好球！这一波真是精彩，由我们柬埔寨队拦网得分。接下来由我们柬埔寨队背后八号的发球。中队在四号位置斜线攻击出界，继续由我们柬埔寨队发球。柬埔寨队的机会，把握住了。对，请求第一次暂停，比数现在是10-8。
柬埔寨队暂时领先，抱歉，是10-6，柬埔寨队暂时领先。暂停结束。民众队这边换上了10号蔡炳君，可能是因为现场冷气太冷的关系，所以第一颗感觉身体还没有展开来。柬埔寨队这边发球失误，比数来到11-7，由我们联中队的10号蔡炳君发球。造成了破坏。联中队拦网得分，继续由我们的蔡炳君发球。柬埔寨队用 B4 快攻得分，林中队这边4号位攻击得分。柬埔寨队为了布莱恩这个点，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的无奈，不知道怎么如何对付。攻击出界，用柬埔寨队的背号6号在4号位攻击出界。继续由我们联中队背号2号刘宏杰发球，漂亮的防守，但是这次柬埔寨的机会，柬埔寨队把握住了，这是一个漂亮的后排攻击。比数来到了13-10，还是由我们柬埔寨队暂时领先。发球得分，由我们柬埔寨队背号16号的跳发攻击得分。队的机会，又是交给了布莱恩，但是还有这高球，还有交给后排简明君，简明君在后排老三攻击出界得分，可以看到联中队的联董在旁边看着很嗨。
界。这边是柬埔寨队的二号位置攻击出界，继续由我们联庄队 NONO 来发球。发球失误，现在比数为15-12，还是由我们柬埔寨队暂时领先。发球失误，再次由联庄队的Bryan来发球，漂亮的拦网得分。柬埔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比数为15-14，柬埔寨队暂时领先一分，再看联庄队能不能扳回一城。暂停结束，这边是联庄队的机会，看这一颗可不可以扳平比数呢？没有把握住，最终这边是柬埔寨队自乱了阵脚，导致了老三攻击没有配合。现在比数为15-15，平手。继续用我们联庄队Bryan的发球，看Bryan的发球可不可以把比数拉开哦。这是个漂亮的个人拦网。军在这边哦，他的拦网是定位为斜线，但是他回抓成直线，把对面的攻击手骗得团团转。现在比数为17-15，联庄队暂时领先两分。发球失误，是快攻得分。接下来由我们背号15号的汪炳勋发球。这是由柬埔寨队的背号15号在4号位置攻击直线得分，
可以看到举球员呢，他用单手举球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攻击，让攻击手好打的球，可以说经验非常老道。回到了平手，漂亮的补位，再给一颗，啊，失误了。目前比数为20-19，柬埔寨队又暂时领先。还有，可惜了。中台队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的拼命啊，每一颗球都拼尽了全力去救、去追。联中队请求替补，13号下，10号上。打手出界得分，漂亮的快攻出手。看到联中队这边背号二号刘宏杰在 C4快攻拿下一分。看得出来，他跟举球员没有配好，但是他用他多年的经验去处理这颗球。暂时领先一分，可以看得出来战况非常激烈。布莱恩交给了布莱恩，没错，这次交给布莱恩。目前比数来到了22-22，战况越来越激烈。机会，别守起来，布莱恩，漂亮的拦网，这个是由柬埔寨队的拦网得分，比数来，比数23-22。布莱恩展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虚攻，平常布莱恩都打太大力，大家都站得非常后面，突然掉一个小的，大家都来不及往前冲。
三局的局末点。好球！这球是由我们人装队布莱恩的老三炸裂攻击得分。现在比数来到了24比24，进入了延长赛。这是由柬埔寨队背号15号的4号位置攻击打手出界得分。现在柬埔寨队出现了第二个赛末点，局末点。连庄队第二次化解掉对面的赛末点，比数来到了25比25。看看连庄队的韧性比较好，还是柬埔寨队的韧性比较好？漂亮的防守，看防守这一波。在队出现了第三个局末点，漂亮的防守反击。第三局是由我们的柬埔寨队以27比25拿下。现在局数为2比1，由我们连庄队暂时金牌。Thank you.
好球！这颗是由这颗第一分是由我们联中队的老三攻击得分。柬埔寨队背后九号的个人拦网得分，这个人单抓抓得非常帅气。发球硬塞，柬埔寨队的发球压线得分，目前比数3-1，由柬埔寨队暂时领先。失误，林中队这边连续两颗攻击。不然停留在空中，没有力气去挥球，发球失误。目前比数来到了4-2，柬埔寨队暂时领先。队的老三攻击得分，攻击出界，这边是柬埔寨队四号位攻击出界，我们联中队得分。还有，这颗柬埔寨队因为越网击球的关系，越网击球犯规的关系，所以联中队得分。还有，
队的汪炳勋，用非常聪明的打法，啊，然后用球推到对面的手，把球推出界。目前比数为8-6，联庄队暂时领先2分。漂亮的防守，好球！这个是由我们背号17号简明君在2号位攻击，打手出界得分。目前比数来到了9-6，由联庄队暂时领先。目前比数为11-18，由我们联庄队领先。漂亮的防守，好球！由我们联庄队的2号，由洪杰 C4快攻得分。漂亮的后排攻击，最后是由我们联庄队背号17号简明君的老三攻击得分。
下由我们联中队的小新鲜人蔡炳君来发球。漂亮，这边看得出来，柬埔寨队已经动用了三支拦网来盯住布莱恩，但是力量还是拼不过布莱恩。快攻得分，接下来轮到了布莱恩的发球，你看布莱恩球发的有多大力，虽然发球出界，但是球还是真的蛮大力的。救球，简明君撞下了裁判台，裁判以为说他会跌倒，吓了一跳。
背后13号的林冠洲发球得分。精彩的来回波，第一次暂停，比数为21-18，目前暂时领先。这个暂停的用意大概只是为了止住失分吧。目前比数为23-21，还是由我们的连庄队暂时领先。但是柬埔寨队似乎没有要放弃的意思，还在努力的追赶分数。漂亮的防守，柬埔寨队的机会。失误，这是一个关键的失误。
现了第一个赛末点，由我们的联庄队率先拿到24分，目前比数24-21，再一分，联庄队就拿下了整场比赛的胜利。好球，这是一个再见的发球，由我们联庄队的布莱恩发进了最后一颗发球。第四局的比数为25-21，由我们联庄队3-1击败了柬埔寨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场比赛见，谢谢。